家社會進步咗，千祈唔好低估差人嘅力量。不過咁，如果你冇作奸犯科嘅，根本你就唔使驚佢。黑社會，你越大就越早俾人作仇，有好結果嘅。你係差人嚟嘅，唔該你合作啲，幫手釘死飛龍，呢個係你嘅職責。係，我係差人。我的職責就是負責拉犯法的人，而不是拉一些威邪歸正、一常你不妥的人。一常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，原來改邪歸正要做正行，做得好的人家說你卡惡勢力，做得不好的就說你爛泥扁上病。你不想做的沒人逼到你。阿爸，你勾地了、啊夠膽你就喺關宇光面前講，你唔係，我咁樣阻你咩？你啲咁嘅眼神，以前劈友咪咁樣咯，我六七年未見過噶啦。爸爸咪走啊！做得阿嫂啊，就老公遇咗要頂噶啦。一將功成萬骨枯，而家我就係嗰一將，個位由我坐，你個位我坐，聽唔聽到啊？你咁辛苦先使到底。你不可以衰在他手上，再不放开他，我就是开枪。开。